白色音响前面，谢谢。好，我们请现场的所有朋友们欢迎喜源。我们先从左手边来看一下，好，谢谢。让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还有贵宾朋友们久等了，我们从左手边开始来，让媒体朋友们开。好，我们到正前前方，中间前方。中间蛮肥啊。中间好，再看一下，好，我们右手边，谢谢。可以再让我们拍一下吗？从右手边再看一遍吗？好，谢谢，右手边。右手边完后，再帮我们看一下中间前方最后一次，谢谢。中间，谢谢。然后好，左手。好，各位朋友好，谢谢。好，那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们递下麦克风，先请史源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还有我们等待很久的粉丝朋友们先打声招呼。台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史源。我很想你们。粉丝们想史源吗？等很久了吗？谢谢你们。我也谢谢。但其实今天呢，因为特别来到了 Ferragamo 在我们的微风心里的开幕会啊，今天也是穿着的 Ferragamo 的这个服装，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穿着的服装，或者是有没有特别喜欢身上的什么设计，跟大家分享一下呢？두 가지를 말씀드리고 싶습니다. 첫 번째는 굉장히 남성적이면서 화려한데 우아함이 있고 虽然它是非常有男性味道，然后又华丽，可是在这边不失优雅。虽然华丽，但是又不失优雅。하지만그안에절제함이있는이스타일이너무좋고요그리고오래전부터저는그페르가모의트리메자라는이신발을굉장히좋아했습니다然后我是很久以前就非常喜欢페르가모的 Trimesa 这一个鞋款。哦，所以也可以说是페르가모的这个品牌的爱好者啊，对不对？那可以问一下这个史源，其实因为这一次呢，很多我们现场啊也有一些男性朋友，但是如果他们是比较入门的话，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提供他们怎么样子购买什么样的商品呢？제가뭐조언을드릴수있는그런기회가있다면이제는일단은트리메자를한번추천을해드리고싶습니다如果我有机会说可以就是给他们提供一点意见的话呢，我建议他们可以去购买 Tremensa 这款鞋。所以看起来史源非常这个独爱 Tremensa 系列的鞋款哦。신발도좋아하는것도있지만굉장히의미가있는것같아요신발은除了是我喜欢鞋子之外，我很喜欢这个品牌之外呢，我觉得鞋子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东西。왜냐면가는곳마다신는것이기때문에굉장히중요한자리나어디를가든함께할수있는제품이기에너무중요한것같습니다因为其实鞋子呢，不管你人到哪，就是你是一定要穿这个鞋子去各个地方。然后你有的时候会去重要的场合，或是去很多什么有意义的场合，我觉得这个鞋子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的确啊，穿一双好鞋可以走很好的很久的路啊。但是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的台湾老婆们，可不可以推荐什么样的商品可以给他们，就是比较适合他们的呢？그래서지금잠깐먼저도착을해가지고안을둘러봤는데我刚刚就是体检到了嘛，然后我在店里面晃了一下。여성제품이굉장히많더라고요那我发现有很多漂亮女性的，就是漂亮的用一些产品。여러분들께남성의입장으로서잠깐말씀을드리자면我如果是以男生的立场来讲给你们听的话呢어떤제품이건본인께서정말자신감있게표현할수가있다면너무나아름다운것같습니다不管是什么产品，只要是你穿上戴上，然后你觉得很有信心的可以展现出来的话呢，我觉得就非常的棒了，네、都非常的漂亮。저는그래서
아까 대표가 굉장히 리프레시 너무 이뻐가지고 보여드리고 싶다고 하는 말씀을 드려서 네. 然后我刚刚在店里看到这个包包，觉得非常的漂亮，我真的想要拿给大家看，所以我特地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就是非常的认真的，不只是工作认真，先到了我们的会场，还要帮我们台湾的老婆粉丝们，我看一下，哎，哪一些商品比较适合？刚刚说到了鞋子，男生的鞋子推荐完，女生的鞋子有没有推荐的那个款式呢？ 신발은 저기 있는데 네, 앞에서 그렇게 보고서 이뻐가지고 这款鞋子呢，我在里面看到也觉得非常的好看漂亮。啊，我记得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必备的就是稍微比较活泼亮丽的颜色。当然，这一个呢也是我们春天必备的绿色鞋款，要推荐给我们台湾所有的粉丝老婆们 ，OK。 好，那当然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史源呢，在这个戏剧里面有一些比较是正式的一些服装，当然有一些很休闲的。我比较好奇说，哎，史源自己比较偏爱哪一种的风格呢？哦，그때그때나름네어개인적인생각이남자는어떻게그래수트가잘어울려야된다는생각을갖고있습니다 其实依照每个状况、每个情况都不太一样。那可是我觉得男生嘛，穿正就是穿西装要很搭，就是你很适合穿西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史源穿西装的时候是最帅的，是不是？我知道。哎，那反过来问好了。 既然这个史源穿西装这么受到大家的喜欢，那女生应该要穿着什么样的风格比较能够吸引史源的注意呢？뭐 아까 말씀드렸던 것처럼 뭐 특별한 스타일을 좋아한다기보다는 딱 봤을 때 자신감이 넘치는 모습이 표현하는 게 제일 중요한 것 같아요. 我刚刚也有讲过，我觉得比起就在乎你穿什么衣服，应该是说你穿上去的衣服，你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然后散发出非常信心十足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最漂亮的。嗯，散发信心很重要。然后这个，我们台湾的粉丝老婆都在吗？啊，当然，很多，很多老婆都在台湾啊。 不过你最喜欢的这个菲尔甘莫，你比较喜欢什么样子的风格或者是设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뭐아까앞서서말씀드렸던것처럼아就刚刚就像我前面跟大家讲的一样，저는개인적으로굉장히그남성적이면서우아한데절제되어있는미가가장멋있는것같습니다 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有男性的魅力，可是它还是有带有华丽的感觉，然后也有节制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 man 的一个衣服。华丽又非常的 man， 大家喜欢吗？你看他们一讲喜欢，这个就变成小女人了，老婆喜欢，刚刚喜欢，现在马上喜欢，너무너무아름다우시죠？大家都非常的美丽，哇！ 不过刚刚其实因为有这个史源有特别提到的，因为菲尔甘莫非常特别喜欢的，也是最著名的就是男士的鞋款叫做 Tremensa 嘛。那你在喜欢穿着 Tremensa 的这个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服装来做搭配呢？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嗯，저는 제일 중요하게 생각하는 몇 가지가 있는데 그 중에 하나가 신발인 것 같고요. 我觉得在我的搭配中，我觉得有几项非常重要的点，那这其中一个就是鞋子。 근데 좀 많이 시계랑 신발은 좀 의미부여를 많이 하는 것 같아요. 我觉得手表跟鞋子真的是意义非凡，对我来讲。 所以其实呢，这个所有的搭配呢，要一个完整性的话呢，更能够显示出个人的魅力。这个就是史源穿搭的一个提示，可以给大家呢作为参考。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请史源留步，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开幕仪式呢，也邀请到了许多的长官。首先呢，就要让我们一起来邀请的是Ferragamo亚洲区执行长 ，Let's invite Ferragamo CEO of Asia， Mr. Christian Valdes。 再来欢迎的是我们Ferragamo台湾区总经理 Ingrid， 还有我们的人气女星陈意涵小姐。再来欢迎。
欢迎的是我们维空集团的执行常务董事 Let's invite Executive Director of Breeze Group Oka Ichiro。 再来欢迎的是我们的戏剧男神威生豪，以及我们的维空集团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of Breeze Group Akigo Hata。最后欢迎的是我们俊俏男星陈毅先生，让我们这几位呢一起在现场一起拍照留念。好，那我们希望在位置呢站定位后，我们左手边好了，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左手边 ，Please see the left side, please。好 ，the left side。好，我们视线一致的看到中间前方，谢谢。네중간봐주시고요。好，中间再看一下，从中间前方再看一下下啊，谢谢。中间。好，帮我们换一下右手边，谢谢。이제오른쪽봐주세요。好，最右边，谢谢。被我拍到了吗？好，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我们上一下我们的酒杯啊 ，Ferragamo 的微风信义开幕。那我们也要请大家先拿着杯子呢，先让我们一起来现场朋友们先拍张照。好，我们稍微往前一些些。조금앞으로가주시겠어요앞으로좀나와주세요선씨아不用不用往前，是杯子往前而已。好，好，杯子往前，好，谢谢。我们从左手边再看一下哦，左手边。먼저왼쪽으로다시작할게요왼쪽杯子低一点点。잔을조금내려주시고요好，再看一下中间前方，我们中间媒体朋友比较多。네중간좀봐주시고요好，再看一下我右手边。네오른쪽好，右边，谢谢。好，我们这只要穿着的 Ferragamo 的服装都是非常帅气、非常的美丽的。对我拍到吗？好，左手边再看一下，我们再一次，最后左手边。好，我们最后中间也一轮好了，谢谢。中间，不如中间他们的。都拍到了吗？中间前方，谢谢。好，谢谢。Let's toast together, celebrate, cheers. 谢谢今天所有与会的贵宾。Let's toast and celebrate the grand opening of Ferragamo Breeze Chinese Store. 让我们一起来举杯庆祝 Ferragamo 的微风信义开幕酒会。谢谢。今天呢，也谢谢这么多所有的这个媒体朋友们，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那我们也要再准备要邀请的是我们时尚部落客茉莉小姐，还有我们的哈拉影城千金方佑慧小姐，以及知名造。那我们再请从左手边看一下，谢谢。最左边，原众们在捧谁啊 ？The left side, please。看到吗？确认一下，右前方这边试试，谢谢。好，中间前方最后一轮，谢谢。中间那么多，谢谢。再一张，中间前方。好，中间前方。中间就拍就是 L C。中间，好 ，OK， 好，门口一起来参观我们今天开幕的系列店。那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稍微。我们终于再一次看到好友的组合，谢谢。好，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要请这个媒体朋友稍微。